家会一开始就先以精彩影片来带出南投县政府这几年来的施政成果。为了向官民来详细交代南投县政府这几年当中的施政成果，县府是按照惯例，在十二月来召开县长年终记者会，并以街头艺人精彩魔术甲默剧的表演，带出南投县政府今年伫建设、产业、社会福利上，已经将南投县打造出一个黄金的金字塔，并宣布南投已经走向幸福的黄金新年代。我们看张才灿的影片以后，我们就知道。我们在这一年来啊，所收获啊也非常的丰富，也要感谢大家全力的配合啊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我们要南投要改变，我们南投要向世界接轨，我们要让人民的生活改善，让生活品质提高，让大家收入更多，我想这个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期待。除了报告今年丰富的施政成果，县长李朝卿也预告，未来伊将积极推动保利复兴温泉观光区等的重大建设案，努力替南投县争取更多观光人潮以及就业机会。未来啊，我觉得我们想把它完成了哈。埔里的温泉区，台糖已经我们取得55甲地，要做啊这个台湾最漂亮、最高级的、最优雅的一个温泉区。想这个让我们做成的话。一定会带来更多的观光人潮和就业机会，那我们也积极向马总统来争取，要国道六号要延伸到雾社第二阶段，第三阶段是雾社打隧道到花莲。手持我们的黄金气球。会中包括真侪农会总干事等来宾，也拢专工前来参加，表达对着县长李朝卿的肯定和支持。大家做伙欢庆一年来县府等单位，大家共同打拼创造出的杰出成果。记者金鸿山采访报道。